干嘛？那个昨天有没有检警来找你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？怎么会大家都讲说会有检警来找你？啊，我都无看的啊，我是照实讲的啊。找我要做什么？要找我要做什么？对不？有没有觉得很无奈？找我无路用呢。我一人住一家，啊，人看起是阮新妇哩看的呢。啊，我去人插是要从啥啦？人他有一个家庭，吼、哦，我都无啥，我都互拢无菜啦。我老了，先生你嘛知影我几岁了？对啊，87呢，老酷酷，将要90呢、嗯。啊，即嘛感觉柯文哲代志感觉足烦恼的哈。无啦，伊等下有敲电话等下问因爸爸的代志啦，尔伊拢无讲啥。甲伊讲爸爸吼，啊，即摆有退休无啦吼，啊，即摆经营啥款啦吼，甲伊讲者，啊，医生讲医生话就好了，要讲啥？没有讲什么，真的什么都没有讲，哪有精神通你插民花的代志，插民花的代志？啊，柯文哲早上说那个妈妈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啦，所以你这样子来安慰你，你怎么看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受气啊！你甲阮妈，我就受气啊，敢袂？无的代志，你甲阮妈啥的啦？啊，你就去查，查到有，啊，你再来讲。